家好，我是 SNH48 Teenage 2的王百硕，可以叫我 Suki。 今天是2017年的5月14号，距离高考只有23天了，所以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可能有些不同。这是我作为高中生的最后一年了，从第一次跟大家相遇开始算起，这已经是我们见面的第四个夏天了。过去的每一年炎热的日子里，都有我们一起完成梦想的回忆。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多么多么耀眼的成绩，但是只要今年做得比去年更好一点，就让我很开心了。所以在今年的夏天，也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迎风奔跑吧。